庆37岁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的国庆日。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，感谢所有到场支持的朋友们，共同以静默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心声，那就是起诉陈兆敏求偿冤赔金，起诉陈兆敏求偿冤赔金，国家就责我们在意，国家就责我们在意。接下来，我们在此默哀10分10秒，象征江国庆的生日纪念。希望江国庆在天之灵可以看到我们对他的支持，更期待以上我们卑微的要求能够尽快被实现。最后，在此感谢所有到场支持的朋友们。一些人因为他自己的私利，然后不去负这个责任，因为错已经造成了，他应该要负责任吧？怎么可能是由我们这些就是其他人来帮他们付这些钱，然后帮他们做这些赔偿？各位朋友，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Thank you.